我最近真的觉得现在起码体力能提效，真的啊！你像这几天中午的时候多热啊！对啊，然后好呀，什么一月份还这么贫瘠，对啊，好，那，不好意思，好，那呢下一首歌叫《一幕一幕》。几包几包。这首歌啊，就是写给自己的故乡，然后写给自己的妈妈。然后他好像就是在我有一天突然很想家，而且是就是在这首歌好像是在去年一年前写的而已啊。对。但是有一天突然去想到家乡，对，然后突然就觉得说，我们这些底下睁开大喊的音啊，对，我突然觉得很欣慰，很幸运，就是说，哎，自己怎么会是在乡下长大的？小时候都很羡慕人家在都市里面，对，然后跟着资讯是最流行的，啊，现在我不会了，我现在突然觉得哇，我从小每天吸的空气都是最新鲜的。对，一家卖土龙油的，最新鲜。对啊，然后这啊，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嘞。然后走出去都很空旷，就是你在那边玩，要种来种去嘛，无啥甲你弄。啊，今晚无同款啊。我发现现在乡村里面，那路拢都开都大条。然后小孩子已经不能再啊，走那就出去啊，那无法度。老爸老母拢顾条条，阿妈拢顾孙顾条条，就是害怕他跑来跑去。我觉得这样。真的很可悲呢，就是一个人在他成长的时候，他还像一只小狗一样啊，他想要乱跑乱跑乱跑，那是他原本的动物性，哥哥就帮他搏斗啊，哎，龙嘴要敲了搞回来，龙嘴要拖到很多龙哎，这我就觉得很恐怖啊，然后连老人家要出去骑着卡拉车啊，嘛骑到没有拖到古龙时哎，我都觉得哎呀靠呀，这样到底是真的，我有时候都觉得很荒谬啊，就是大家拢求发展啊，都求发展。但是你真的你去睁开台一线，那里几个鬼有哦？哎，拢有阿伯啊，拢徛伫路中啊。靠腰还是多久啊？真的，我每一次看我都觉得哦。然后那个阿伯一定也没有想过有其他人啦。伊当初伊是讲足欢喜的哦，这条大通路要过啊，哦，阮囝有头路，阿囝有头路，哎，敢有嘛？无一定有啊。阿舅阿伯有没有向东西？我常在想，那个很多很多发展的逻辑，其实。想一想很讽刺啊，我们想要发展，发展到最后，结果你一寡拢无快乐，拢无幸福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专辑为什么叫幸福在哪里？就是我就是在探讨这个东西，对啊，那所以我开始会觉得说，哇，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家乡其实真的很棒，就是还没有到很开发的时候，对啊，每个人都很开心啊，对啊，钱赚较嘛无比即摆较济，但是拢足欢喜的。然后现在钱赚得多了，然后生活好像比较好，刚刚看门环都急，可是真的有一种生活上的那种压迫开始增加很多，对啊，包括现在有一些乡村啊，开始有高速公路经过，高速公路还是讲钢筋，啊，各式各样的水泥墙、水泥地，然后各式各样的河流污染、噪音，对吧？啊，有多少在中啊呢？其实现在乡下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，对，那我都觉得这个真的很讽刺的啊。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想到自己的家，然后想到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啊，觉得好像蛮幸福的这样子，对，那就写了这首歌这样子。可是这些幸福就到了最后，你发现找不到，对，找不到这样。
春的风景一步一步，人情吹来一种清香的风，牵起你的手，吹念囡仔歌，烫车卡来散步，吹着稻仔香的风。礼拜三礼拜是囡仔的天空，做伙来佚佗，空闲之空，溪水冷滴滴，新娘眉头开，后好一只纸船仔，放落溪底流向大海。幸福。